迄当初阮家爸还阁小小年纪，予阮发现，伊一定是惊阮遐阮老爸摕水稻出卖地，用叫要陷害阮家爸性命。阮非常的着急，即摆离家出走，在路上家爸煞来失散，小弟情况不明。我还阁小小年纪，现在现在去当着养父。到底到做过吗？老明叫我去的厝内为做料理，牵线我长大性命，也给伊变米完一个千金小姐。伊爹祖是我的亲戚，去陪我翁婿有车，我的夫人也身为县官的媳妇，我也一品夫人地位。虽然夫妻相敬如宾，做第一站念不了亲情铁线，爹幸福不明，小弟生死不知，到这当阵还阁无伊的消息。我一件唯一的代志就是操心百般，不知我是何人，父子家的责任得见面传伊，今早爬去心头那份。事情起来，我到过年，官花笑千万。
天。